5年前，印尼一个大学，我去参观的时候，校长接待我，告诉我，学校有一门课程叫比较宗教学。我听了就给校长报告。我说这一门功课太难了。他问我难在哪里？我说比较宗教，这个人他的德行、他的学问要超过释迦牟尼佛，要超过耶稣。要超过穆罕默德，要超过摩西。他听了的时候就呆了。他说：“为什么？你不超过他，你怎么能批评他？你怎么能比较？”他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不能叫宗教比较，宗教互相学习，用真诚恭敬的心态互相学习。”哪个宗教都可以修，你怎么能批评呢？老师可以批评学生，可以让学生的这个课程作业来比较，学生跟学生都困难了。用比较的心态，什么都求不到。结果比较什么？全是错误。你错了不要紧啊，你还影响社会呀。那你要不要负因果责任？圣贤人的态度。我们看了听了叹为观止这夫子求学的态度，述而不作，性而好古。释迦牟尼佛的修学态度，在华严经经题上他说的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注得很明白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全是古佛所说的，他没有在古佛所说经上多加一个字，比孔老夫子的态度还要严格啊！孔老夫子只是说述而不作啊。那释迦牟尼佛，我没有在古佛经典上多加一个字。我们能相信吗？年轻的时候不相信，现在相信。为什么？现在明白了，佛佛道统啊，你成佛了。你的智慧德能跟其他的佛平等的，相同的。佛教导人要学谦虚，要学礼让啊，不要争啊。我们既然完全相同的，那不对，那全是你说的。那全是古佛说的吗？今佛如古佛之再来，所以他把他一生修积的功德全推给古人，这是我们应当学的。六道众生那种傲慢，那种嫉妒心，
根本烦恼啊！啊，圣贤佛菩萨示现的这个是教我们断烦恼的方法。你看他心多清净，他多自在，确实做到一尘不染，清净本人。